比较像平常的陈婷妮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当然要好好来跟在场朋友们介绍一下，你到底有多爱你脚上的这一款 Tues 啊？其实我们是穿同一款的，同一款。然后呢，它今年呢出了同一款，但是非常多不同的颜色。是，我觉得 K Swiss 的球鞋好穿，就是毋庸置疑，绝对不用去否定它的，一定每一双都非常好穿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好看就很重要，对，要百搭，要百搭。尤其现在真的大家运动跟时尚结合，常常都可以把运动的装扮穿去，不管是跟朋友约吃饭啊，或者去健身房都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夏日呢，其实我觉得找到一双好看、百搭、好穿的球鞋是最重要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开始流行就是要穿球鞋？对，以前都会觉得穿裙子不能配球鞋，对，那是因为以前的球鞋可能设计就很大。太适合拿来配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看我们两个今年脚上穿的这款 Tues， 对，就配个短裙或者配长裙，而且有时候你换了不同的袜子，哎，就可以让它有不同的感觉。对，一双球鞋就呈现不一样的效果。没错。但是呢，有时候男生就会说，我是一个男生，我穿桃红色适合吗？所以男生我没有出男生款，男生款是蓝色。你刚刚那个气球上面的那一双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男生的。男生我没帮你打造了宝蓝色系，对，男生穿也很帅。我觉得是以前大家买球鞋就会觉得说啊，是不是要买一个比较基本款？对，买黑色啦，白色啊，白色啊，对，或者是什么深蓝色啊。是。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时代在转变，真的各种色系就会让你搭配出不一样的风格。像前阵子其实我拍了秋冬的目录，是告诉你们秋冬有更好看同款的新颜色，我超喜欢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。我才在春夏，你就在期待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好看，因为那时候我拍，我就说这什么时候会出，然后他们就默默说哎，秋冬，而且还不让你带回家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行，因为那个还没有到货、啊。但是还好，你现在可以先拥有我们的 Tues， 对不对？对。除了你脚上的这个桃红色系，然后我们有宝蓝色、宝蓝色系，我脚上这种百搭的白色，对，还有黑色系，而且它其实这一双鞋呢，你可以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转身一下。是，谢谢。是，来介绍一下。我们最喜欢的呢是它这里的一个小巧思，因为它虽然是全白的，但是它搭配了一个比较跳的颜色，是，可以让你过脸吃饭可以回来。好，可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让你回来。是，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跟别人有一点点小小纤维的不同。对，就是你会发现后面有那种很可爱的，像这样子小巧思，而且 Tiffany 蓝啊，对，是这样。尤其是像这个全白的，它其实在鞋盒里面附了两条。不同颜色的鞋带，一样这个蓝色的鞋带，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搭配。但我觉得说，除了讲说我们这个女生最在乎的说外表要好看以外，穿起来舒服很重要、啊，舒服就很重要、啊。对，到底有多舒服？我其实呢，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有整理行李焦虑症。你有需要今天在记者会现场公布这件事吗？是，所以我每次啊，就是要出国，不管是工作或干嘛，我每一天前一天我都会整理超久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带什么，烦恼。这个也想要，对，那个也想要。可是常常到柜台以后就说：“小姐，你这块要超重哦。”可是你出国又会想要买新的衣服或配件，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想很久。然后我每次出国真的必带的就是慢跑鞋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慢跑，然后它的重量非常的轻盈，所以你不会说啊，有时候带太多就怕会超重什么。对，但它轻盈，然后穿起来舒服以外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是呢，我们平常穿球鞋最怕什么鞋带掉了，对，运动到一半鞋带掉了，没错，我们不是随时都会有宋仲基帮我们绑鞋带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好让自己鞋带不要掉。这双是不是？哎，大家超有共鸣，对，大家都有看，是不是都很想要宋仲基帮你绑鞋带？对，所以没办法佩戴。宋仲基的时候，我只好自己不要。不要鞋带，所以鞋带靠自己。鞋带它是就是比较不会掉的那种方式，它是然后拉开就可以出。对，然后它其实在这边呢，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是，它这个其实是有松紧。有弹性的，对，所以穿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说鞋带就是要拖拖啊拉拉啊，尤其是因为我很喜欢上健身房，所以有时候在健身房的时候那个包覆性很重要。对，包覆性，你要觉得你脚被包住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你没有被包覆，其实有时候你在做一些器材的时候是会有一点点危险。除了包覆性外，避震性也很重要，因为比如说你跑步的话，可能如果鞋子不好，很容易伤到膝盖哦。对，所以避震厉害的点就在那个洞洞。那个洞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反正它就是 all in one 了。
另外，你如果今年想要一双很棒的球鞋的话，对，就是不用怀疑，就是 Choose， 没错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有多爱之后，因为我个人也很爱，拿到已经穿三天了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之后，我知道这个你本身呢，因为已经连续代言三年 Casey Smith 了嘛，是我们最佳代言人以外呢。Casey Smith 很重视公益，你也很重视，我也很。所以这一次我们 Chips 有一个很棒的公益活动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其实呢，我们从前几年开始就有在一起做公益的活动，然后今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小朋友，他们可能是没有钱可以买新球鞋的，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想要一双很好穿、很好看的球鞋，但是碍于可能金钱上面的关系没有办法购入，所以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十号，我们只要七月十号，对，只要我们卖出五双球鞋，就会送出一双给比较偏远的品牌。对，只要卖出五双。买了三双，再两双，我们就可以再送一双出去了。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因为很多。